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2019年4月5日8点05分，联合报记者吴姿贤及时报道乐桃航空在官方脸书整理出日本关系。关东四大赏花名所，如果最近要去日本玩，不妨安排赏花行程。知樱、绣球、紫藤花、杜鹃之美，不输樱花。乐桃说，深度旅日者不可错过。乐桃说，日本春天百花盛开，无论是富士山脚下整片犹如地毯的知樱，古典又知性的绣球花，如垂帘般的紫藤花隧道，又或是姹紫嫣红开遍的娇艳杜鹃，美不胜收。富士知樱季，4月13日到5月26日，满足富士山与知樱鉴赏的双重享受。关东地区最大的知樱景点，约80万株知樱盛开在富士山脚，强烈感受到知樱花坦盛开的树大之美。从羽田机场搭乘高速巴士，在转乘知樱季期间限定的知樱干线，即可轻松抵达。文津绣球花季，6月上旬波浪服，6月中旬绣球花步道浪漫满分。东京都内有名的绣球花赏花名所，从白山神社一直绵延到白山公园，开满3000株颜色丰富的绣球花，连稀有的白色绣球花都可见其芳踪，弥漫古典又优雅的氛围。绣球花季期间，白山神社内还有热闹的祭典摊贩，穿上浴衣前来更是别有风味。搭乘都营地下铁至白山站后步行3分钟，或搭东京梅特罗至本居站后步行5分钟即可轻松抵达。春日大社紫藤花季，4月末旬波浪服，5月上旬关西的紫色瀑布奈良，不只有鹿可看。在春日大社的万叶植物园中，藤园内多达20种200多棵的藤花植物，从常见的紫色到粉色白色蝶形花朵成串而下，恍如瀑布。走过藤花隧道时，淡淡清香扑鼻，还有期间限定的紫藤冰淇淋打卡必现。搭乘奈良交通巴士，在春日大社本店下车，壮观杜鹃花海。京都三市户寺杜鹃姹紫嫣红开遍，4月下旬波浪服，5月上旬位于京都宇治的三市户寺有花寺的美称，又以20000棵杜鹃形成的壮丽花海为人所知。寺中扑面而来的鲜艳花色，有从个性的紫红到温柔的粉色，还有啼血杜鹃与纯白杜鹃，展现树大之美，地震撼。搭乘京阪电车三市户站起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。乐桃航空6日凌晨0时至晚上11时59分推出24小时限时促销，飞札幌、大阪、冲绳580元起，飞仙台、东京780元，试用期间自4月11日至5月16日，试用出发日期，票价一个航线有所不同。乐桃航空在官方脸书整理出日本关西、关东四大赏花名所，如果最近要去日本玩，不妨安排赏花行程。知樱、绣球、紫藤花、杜鹃之美，不输樱花。乐桃说，深度旅日者不可错过。图取自乐桃脸书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